今天的影片分成三个大主题，第一个就是今天的影片分成三个大主题，第一个就是学到了什么，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到底学了什么东西。我们稍微讲一下前情提，我们稍微让大家更认识我一下，然后我们稍微让大家更认识我一下。那What the fuck?